台湾赵子龙联谊会在河尾落来公分钟盛大举行第二届全国联谊大会，有来自全台湾各地会馆强庙参加，在典礼进行要举办一连串祭祀可以。包括内政部民政司长黄丽新、政府林馆长张英美、河北镇长林文斌，也有嘉联友善电视公司董事长柯应祖等人拢到场观礼，同时也利用这次全国性联谊会，大力行销河北在地产业。阮河北虽然是一个庄稼所在，但是阮有台湾这种原汁原味庄稼人的朴实甲热情。咱外来公文宫啊，也是咱河尾的一个宗教信仰中心啦，哦，啊，因讲乡下非常的鼎盛，啊，地方啊，所有的乡亲，大家拢非常的和乐。我要甲大家邀请，咱外来庄原来介济好佚佗的所在，还佫有民间啊观光工厂，嘛佫有闲食这个水果玉米，还佫有棉花田，予大家欣赏，尤其还佫有全台湾独一无二。诶，二二八公园，三七中，团拜圆满。目前参与台湾赵子龙联谊会宫庙已经有21间，去年由台南嘉义的应清宫主委谢清安担任会长，今年换由公宫主委王金基来接任。我来公分宫职务代理人、主任委员王金基公并宣言，我今以虔诚之心。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在本届会长任内，行使神圣教务之重任。这场活动办了相当成功，除了来自台湾各地宫庙参与以外，邻近寺庙也拢组团前来参与。同时，总统马英九等人也拢致敬拜别来祝贺，现场气氛是相当热烈。赵子龙联谊会新任会长王金基也换上高中上台赞扬赵子龙，讲精神是现今社会所欠缺的，同时也感谢各界热情参加。记者李明刚从报道。